我看了奶爸他的那个课程设计啊，我觉得透由他的那个引导的话，我可以把我过去学到的一些网络行销上面的东西可以整合运用出来，所以我觉得很棒。那再来的话，就希望我能够把我的 IE78 的那个一个品牌透过网络让大家都知道，然后提供更多的服务给大家这样子，然后甚至于可以卖到全世界，让大家都知道我 IE78。到了好多哦，其实过去已经接触了一些，比如说脸书啊，那个部落格啊，然后架站之类的。可是我觉得在奶爸的课程里面呢、啊，我觉得是更系统化的去学习到先架官网，然后再来是怎么样去运用部落格的一个好处、一个技巧，甚至于是用到说脸书粉丝页的一个社团运用，还有那个所谓的书签，这个是一个新学习到的东西，怎么样把他们都整合运用起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全新整合型的学习。我的目的是想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 IE78 的理念。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的网站上面有很充分的一个说明。那再来是透由这样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包装，也充分的把我最近在学的一个那个行动成功学的这个部分，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也充分的整个运用出来。然后更棒的是，我在这边得到了一个很棒的一个网络行销团队的朋友，然后可以是做一个互助合作的方式去推广我们所想要各自想要完成的。网络行销旅游班，赞。